我也来一个。百合，和你在一起的时间总是那么短暂，我们总是有做不完的事情。我希望我们会有一个孩子，可以看着他和云朵一起长大。可以和他们分享成长的快乐，为他们达成理想而骄傲，而不知不觉我们都将老去。我要抓紧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带着你走遍世界上每个角落，如果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我就带着轮椅；如果你累了，我就推着你。只要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一直往前走，永远都不要停下来。所以百合，我要重新追求你，我们重新开始吧。不管你在哪儿，我都要跟你在一起。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们以后就手牵着手，并肩同行。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熟悉的气氛，又让彼此打开。好漂亮啊！路过的分岔口，不怕。白鹤，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明亮哥，你看咱们纸飞机扔了，这音乐也都放了，该说的话也都说了，然后怎么办啊？我之前让百合太伤心了，也许她需要时间好好的想一想，我也不想逼她马上做决定。百合，你好好的考虑清楚，我会再来的。想什么呢？我在想那些照片
到底是谁寄给百合的？那还用问？用脚趾头想想都是宁夏干的，他连改你手机里的电话号码这种事都能干得出来，他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你现在相信他是坏女人了吧？我告诉你，你小心点他，指不定他还能干出多缺德的事儿呢。别灰心啊，我觉得你一定会把嫂子追回来的，我看好你。只要百合能明白我的心意就好了。哦，对了，一会儿下山之后你先回浙江吧，我要去上海处理一点公事。啊，没有我你行吗？我也不能什么事情都指着你啊。那好吧。还有，你回去以后别老是跟我哥还有宁夏闹别扭，啊？又不是我主动的，谁让他们没事老欺负人的？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一家人嘛。他走了。嗯。为什么不原谅他呢？其实生活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得到幸福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们还失去了孩子，离开我，他会过得更好。你这是自欺欺人，你这是在逃避他，你根本连期待的结果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只是想把他忘掉，但我跟你说，那个过程会很痛苦。因为你根本不可能把他忘掉。我没有想过要把他忘掉，我只是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决定。那你凭什么确定他没有你会更快乐？快不快乐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跟我在一起，他失去的一定比得到的更多。这些都是他得到的，因为你。你真的这么觉得？当我看到宁夏的信，我觉得黎明朗这个人好过分。我当宁夏是我的亲妹妹，我当然愿意去相信宁夏。但我今天看到这些，我在想，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今天我看着黎明朗，我看得出来他对你的感情不是伪装的。对了，说到宁夏，你们……我的父母跟宁夏的父母，他们都是地质勘探队的队员。20年前由于一次山体滑坡，他们都遇难了，我们成了孤儿。我跟宁夏被送到福利院，我就把宁夏当成我的亲妹妹。在这以后，我们各自被人收养，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对不起，让你想起了伤心事。没关系。小时候，我常在想，我长大以后会不会娶宁夏作为我的妻子？啊？那现在呢？那当然是开玩笑了。小孩子过家家，我们现在长大了，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了。手怎么这么粗糙啊？你作为一个企业的大老板，要注意形象啊。我说爸，这么大的一个企业，是你白手起家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你的血和汗，可你这么辛苦又怎么样呢？钱你是赚到了，但却只能享受躺在床上的福分。如果当初你把整个漓江交到我手里，那结局就不一样了。小时候，我一直都觉得很自卑，心里很不平衡，我常常都想不明白一件事：为什么你跟妈总是疼着明朗，带着他出去到处玩，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后来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是个瘸子的关系，怕我会影响到你们离家的形象。我想，算了算了。可后来我发现，原来我不是你亲生的儿子，所以你一直防着我，担心我会把你宝贝儿子的东西抢走，担心我会建立起我自己的事业，对你形成威胁。这20多年来，你所有的成功都是从我们家偷走的。现在你怎么也想不到，你的亲生儿子竟然会把你所有的东西，从我这边偷走的东西，连本带利的还给我。可是我不满足，因为我愤怒。现在要让你最宝贵的儿子一点一滴亲手把你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企业毁灭得一干二净。你在干嘛？我要去云山看我哥。去云山看你哥？看你哥是假，你想去看看明朗和百合能不能复合是真吧？随你怎么说吧。也好，
你去吧。有你宁夏在，他们也别想闲着。你不介意？我介意。对我有利的事情，我从来都不会介意。对了，上山的时候多穿点衣服，山上冷。李天，刘妈妈，我回来了。哟，回来了啊！嗯，快快快，一块儿吃饭，再加一套餐具。哎，哎，黄蓉，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明朗和百合怎么样了？哎，百合姐还是不肯原谅明朗哥。不过这次明朗哥去云山做了一件让我特别感动的事，我要是以后嫁男人的话，也要嫁一个像明朗哥这样的男人。那明朗人呢？他去上海办事，叫我先回来。哦，谢谢红衣。哎，怎么没超风没下来吃饭啊？啊，宁夏吧，他可能还没睡醒呢。他出差了。他出差了？哎，怎么突然就出差了呢？平时他出差都是我帮着收拾行李的，怎么今天？红衣，嗯，我们夫妻俩的日程安排是不是时刻都要跟你汇报啊？鬼知道你们能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来。这么吵还让不让人吃饭啊？李天，别这样，像小孩一样发脾气。不管怎么样，他也是明朗的朋友，不应该这样对人家。黄蓉，你也太不懂事了，快给大哥道歉，快点。大哥，是我不对，请你见谅。我受不起。哎，哥，你现在马上去云山，给江百合制造一些麻烦，尽量拖延他们。这怎么拖延啊？具体什么办法你自己想啊。我得嘞，放心吧，哥。张琪，明朗最近都不在公司，我看我们要尽快进行了。毛球，来，毛球，哎，谁呀？红姨，哎，红姨，哎，太太，哎，开门，看谁来了。哎，好，来，毛球，来来来，明朗，明朗，哎，太太，你看这个人，他，哦，老李啊。什么事儿啊？这么激动？哎，李太太，红姨，去倒茶吧。哎，老李，坐下说，来坐。老李，自从江家出事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你啊。你先别关心我，我问你，百合现在在哪里？你看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百合现在真的不在家。你怎么知道百合的事啊？江家火灾，我受了重伤，我儿子把我带回老家养伤休养，一年多都没下床啊。百合想得周到，厂里每月给我寄医药费钱。起初吧，我听说百合进了你们黎家，还挺高兴，心想百合和明朗从小在一块长大，虽说江太太和江先生不在了，可总算有个好的归宿。可是你们看看，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啊，李师傅，您不要生气，您有话慢慢说啊。我们太太身体不好，您请多担待。来，请喝茶。
要不是我身体好了，回到枝江，还真不知道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百合嫁到你们黎家，整天受气。百合是什么人呢？从小就是他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你们和江家这么多年的世交，你们怎么做得出来啊？我还听说，百合为了还债，连江家的房子都卖了。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没了。我这心里又怎么能安宁呢？之前的很多事，确实都是我的错。先不提这些了，你们说说，你们到底把百合怎么了？百合所能去的亲戚朋友家，我都去过了，都没有百合的消息。啊，百合现在在云山呢，明朗已经去接她了。真的？你没骗我？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骗您。百合不在，我比您还担心呢。那好，你把百合的电话号码告诉我。百合现在的电话号码我们也不知道，好像说百合的手机丢了，再说那山里头也没信号，要不然明朗也不会一趟一趟的往那儿跑。这么说，百合要回来了？是啊，百合回来以后，我马上通知你，行吗？好，我就等着你们消息。李太太，我也不打扰你们了，我先回去了。好，红姨，哎，送客。好，请。哎，李师傅，您等一下。什么事儿啊？李师傅，我想问您一件事。江百合家里就他一个孩子，他妈妈就生了他一个女儿吗？江家就百合这么一个女儿，如果有兄弟姐妹，也容不得黎家这么欺负了。过来这里啊？怎么了？难道我不能来看你啊？我好冷，能不能找东西帮我擦一下？哦，啊，把包给我。好，快进来。宁夏，先换件衣服吧，别着凉。嗯。你这里真够破的，难为你待得住，一待就是好几年。其实，你只是还没有看到这里的好。对了，你这次过来就是为了看我吗？不然呢？你不是来找百合为了明朗的事情吗？瞎说什么呢？你不用再骗我了，我什么都知道。你知道什么？我看见你寄给百合的信和照片。我只不过想把真相告诉百合，让她知道黎明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不是对明朗还没有死心？有的事情要过去就让它过去。你现在都已经跟黎天结婚了，他们两个人也都重新开始，你就不要再从中搅和了。从中搅和？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是我的错呢？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我爱明朗，我想跟他在一起，凭什么他江百合能得到的东西我却得不到？凭什么？够了，宁夏，他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
你不要再拆散他们了，你不要再伤害百合的感情了。好，现在连你也向着他说话了。这个江百合到底给你们下了什么药？你们都向着他。你是我最亲的人，难道连你也不理解我了吗？我就是想要你得到幸福，我才不愿意看见你越陷越深呢。我只有跟明朗在一起，我才能够幸福。你这样就是执迷不悟了。宁夏，你快清醒一点，你给我清醒一点好吗？你说得到轻松？你知道爱一个人不能跟他在一起的痛苦吗？你不是已经跟黎天结婚了吗？跟黎天结婚？你知道我现在跟黎天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吗？你不知道。难道他对你不好？他就是个变态。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这一切都怨江百合，如果没有他，我也不会到今天这种地步。都是江百合，我恨他，我恨江百合。宁夏，其实有一句话我憋在心里已经很久了，你到底有没有想过，这一切全都是你的错。我的错？对，我的错，我活该，我活该没人爱。宁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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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轩，雨轩，宁夏怎么会来啊？发生什么事了？我们吵了几句，我现在找他。宁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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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跑了，宁夏，别跑了，宁夏，宁夏，宁夏，站住，宁夏，别再跑了，宁夏，宁夏。宁夏，你听我说，宁夏，宁夏，宁夏，真正的幸福，并不是说一定要得到一个人，有的时候，令你心爱的人得到快乐，也是一种幸福啊，宁夏，宁夏，你听我说，我不听，我不听，你们都一样，我们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得到幸福的权利，要是靠抢的话，肯定得不到幸福的。不要再说了！啊啊啊！医生，医生，啊啊！医生，医生，啊！医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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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我，医生！啊！你放手，我撑不住了。百合，放手！我不放手！你快放手啊！我不放手！啊！雨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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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雨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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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啊。你没事就好吧。雨轩，雨轩，宁夏，宁夏，你快找人来帮忙！雨轩受伤了。雨轩，百合，你们没事吧？宁夏，对不起，我知道你受了好多苦，但我这个当哥的，从来没有好好去照顾你。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听到吗？雨轩，你不要吓唬我！雨轩，雨轩，宁夏，快找人来帮忙啊！雨轩，雨轩，你坚持住，孩子们还等着你上课呢。
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女生，好的女生都应该得到幸福，不要把太多事憋在心里。我看见你在这里很开心很快乐，雨轩，但我知道这些都不是你想要的，我看得出来你还是很喜欢你的，有些事情应该当面说出来。雨轩，不要说了，不要留下，留下一个雨轩。雨轩老师，自从你来这儿以后，我们就学会了弹吉他、打篮球和做算术。你说你再也不会走了，你现在真的和我们永远在一起了。你看，你看，月亮在笑，天边有座秘密的桥，那是爸爸妈妈的辛劳。对了，这是艾草，你放在窗户旁边可以驱蚊子的。风飘飘啊，云飘飘，哎，吃饭了。欢笑等等，哦，大老鹰来喽。耶，抓到你了，小云朵。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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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死了。我喜欢你，你愿意继续跟我留在这个云山教书吗？雨轩校长，你那么年轻就走了，你是真心为我们的孩子们好，我们会永远记住你的，我们天天为你祈福，祝你在天堂一切都好。哥，你一直都说要跟爸妈到山上去，现在大山真的把你留在这儿了，都是我不好，我为什么要来这儿，我为什么要来这儿？明夏，起来吧，雨轩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起来。你少在这假惺惺的，我用不着你可怜。宁夏，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但是人死不能复生，你少在这儿假慈悲了。相信你肯定特别的高兴，现在连我最亲的人都已经离开我了，张百合，你现在开心了，我越猜你越高兴。我真的没有这么想，雨轩是我的好朋友，他死了我心里和你一样伤心，我求你不要这么说我好吗？
你装可怜可以骗得了明朗，骗得了我哥，但我宁夏不吃你这一套。这是我哥的葬礼，我不想见到你，你给我走开，给我走开！你这个女人怎么这样啊？百合老师好心好意劝你，你不知道好歹啊！地瓜，地瓜，你就别掺和了。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现在，就让我们宋雨轩最后一程，好吗？神娃，别哭了。以后还有百合老师照顾你们。百合老师，你说，雨轩老师会不会也像我的爸妈一样，在天上看着我呢？会，当然会了。别哭了。
今天，在百合的鼓励下，我终于又拿起了吉他。孩子们这下有音乐课可以上了。今天，我和百合云朵一起跑步，没想到地瓜这家伙也来捣乱。今天是百合的生日，我们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惊喜。百合和云朵就像老天送给我的礼物。云山很美，特别是清晨，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美丽的花海，还有这里的孩子，很可爱，很淳朴。和他们在一起，生活艰苦又算什么？云朵，云朵，云朵，云朵！云朵在我手上，拿50万来换，三天后在之江广场，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不许报警，否则别想。